现在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动作叫做打公式，这个动作跟中医十二经脉中的胆经相对应，经常练习这个动作可以舒缓失眠、紧张还有焦虑，更可以减轻我们口干舌燥的问题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练习这个动作。预备动作：两眼微闭，双手手掌交叠在丹田，两眼张开，双手轻轻合掌于胸前，呼吸细匀深长，准备开始进行本招式。左脚打开一肩宽，两脚内侧平行，双手由背后由下往上，经耳后往上举，两脚脚跟提起，双手再缓缓收回耳际，两手掌贴着耳朵，抱着头部。接下来以食指和中指交替敲打后脑，刺激脑部，使人精神提振，听觉清爽，共做24次。接着身体往下蹲，手肘放在膝盖上方，再将脚打直，身体前弯，将精神集中，上下排牙齿相扣36次，有稳固牙齿、活化身体机能的效果。接着屈膝，身体慢慢伸直，双手上举，再垂下放在身体两旁，然后换边，重复刚刚的动作，再做一次。当双手高举的时候，想象双手迎接着天空宇宙的能量，温热的感觉滋润整个头部，然后想象气从眼角运行头部前后数次，经过身体侧面下行到第四脚趾头。接着以食指和中指交替敲打后脑，提振精神，强化身体机能，一共做24次。然后身体往下蹲，手肘放在膝盖上方，再将脚打直，身体前弯，上下排牙齿相扣36次，动作和缓确实，身体前弯扣齿，动作较难，尽力即可。然后屈膝缓缓下蹲，身体慢慢伸直，双手上举，再下放于身体两旁，最后双手合掌于胸前，再放下双手置于丹田。